公开露面呢，并不等于软着陆，啊，就是你退休了，也照样。这不，国防部之后都是退休以后嘛，就是说，一个官，啊，他现在，都是贪腐的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但是，拿不拿下他，并不是说他贪腐，不贪腐。 拿不拿下他，就是说你有没有政治腐败？所谓政治腐败呢，就是说你是不是跟习近平二心？那么这个刚刚拿下来的房峰辉和张扬这些人，对，也是突然间就拿下来了嘛？是，那并不是说他不原来不腐败，现在腐败了，他肯定不是这么个问题嘛？